还往左边扑，一个人就杀过来了，玩什么呢？这一下刚刚裁判给点球了，裁判给点球了。我一直在想这个球怎么还不分出来？前锋，结果自己趟过来，这一下巴斯蒂安斯也来了一下，传给几秒之后的自己啊。今天蒋亮啊，蒋亮这个位置啊，三个丢球都跟他有关啊。嗯，助跑。 来了，打门骗过了张思鹏，这一次是打向了张思鹏的左手边，张思鹏是扑到了右边。这一下严格意义上讲啊，就是骗过了门将，其实质量呢，并不算太高。嗯，而他的客场丢球数呢，也远远小于在主场。阿奇姆彭这次面对的球，5-0，阿奇姆彭梅开二度，本场比赛天津泰达这边打花了，和法图斯两个人是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交流。 俩人空当太大了，而且唐鑫拖在后面。阿奇姆彭这一次通过单刀球战胜了张思鹏。上半场的比赛，阿奇姆彭两次单刀被张思鹏封出，而下半场一个点球。